起来吧，别装了，梳妆打扮一下。我也要去吗？当然要去了，专门来看你的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一会儿啊，你就少说话，随机应变啊。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 这个人，你哪儿不舒服吗？怎么一直在喝水，脸还这么红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有点热。哦，哎，你跟那个方雨涵十几年没见，未免有些生疏，你就放心，一切有我在，放心吃就行。 看到我的晨光了吗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，斌哥的居然也懂得怜香惜玉了？胡言乱语的，切，死鸭子嘴硬，走吧，扶你出去。